浪结束，我还有点糊涂。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，春天空气让我很舒服。天上太阳已红扑扑，看起来很模糊。远处山坡有几棵小树，去年冬眠前我没记住。青草香，香果甜，喝着露水，靠着树，抬起头，踮脚尖，加快我长大的脚步。吹口哨，哼着歌，摇摇晃晃找道路，放得开，用眼睛。长大的我还有点小糊涂。丛林的希望下。小熊熊被打败了，那以后再也没人给我捣乱了。哦耶！等等，连小熊熊都打败不了那个机器人，那我的饭碗……熊二，回头你必须减肥啊！哦。蜂蜜，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呀！喂，你刚才答应俺减肥的，再吃这一次，吃这一次，看看你都啥时候了还吃？好吃。哎，这是蛇！这回真的要下岗了！救命！小熊熊还活着！小熊熊还活着！救命呀！这下看我光头强的吧！到了，想抢我的饭碗，没门儿！你们这俩偷熊，我还要留着卖钱呢！这机器人真是太好用了！开启自动伐木模式。开启自动伐木模式。危险解除，开始伐木。熊儿，快快想办法弄断绳子，不能让它伐木。哎呀，俺弄不开呀，这绳子太紧了。这大铁块这么厉害，不阻止它，森林肯定就完了。警报！警报！安全警报！安全警报！哎，请出威胁目标！请出威胁目标！哪来的直升飞机呀？这咋回事呀？光头强，别大惊小怪的，我才不想救你们呢，我也只是想保住我的饭碗。机器人那么厉害，你们两个肯定不行，加上我还有点希望，合作吧。快点，我可不想我的工作被他抢了。可是熊二，先打败大铁块再说。好。哼，你们两头狗熊可别拖我的后腿啊。我的飞机模型，你们在这待着。
嘿，哎呀，砰！啊，跟他合作没问题吧？目标已摧毁。呀，威胁师徒逃跑，妨碍伐木的将遭到清除。趴下！耶！嘟嘟嘟嘟！开启战斗模式。快跑啊！快跑呀！这下该怎么办呢？熊蛋，哎呀，他生气了！对呀，弄断里面的线路，机器人就动不了了。救命啊！小熊熊，机器人被我炸开了个口子，我有办法了，配合我！讨厌！机器人，别动来动去的！别走啊！好棒！别打脸，别打脸啊！搜索危险目标。B 计划，来追呀们呀，大铁块儿，你追呀！上钩了！哎呀！哎呀！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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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熊蛋，光头强的陷阱不灵呀！别怕，后面还有。又追过来了！起来！这个机关好。确实。总算是搞定了。熊蛋，不会吧？这样都不行，那我不就失业了？电路板，机会来了！冷静，冷静！来不及了！糟糕，又爆炸！
门。耶、yeah, ！咱们终于战胜他了！太好了！哎呀，大铁块！让你看书，太棒了！让你看书！这次多亏了光头强呀！没错。哎，光头强呢？咱们得好好感谢他呀！打刚才起好像就没看见他。哎，奇怪，他去哪儿了呀？难道他是来学雷锋的？光头强，他太伟大了！哎呀！哎，木头！原来光头强不是为了帮咱们，他是来捡现成的。他这样是不对的。嗯。新春天空气让我很舒服，天上太阳已红扑扑，看起来很模糊。远处山坡有几棵小树，去年冬眠前我没记住。起草香，吃火点，喝着露水，泡着树，抬起头，踮脚尖，加快我长大的脚步。唱着歌，摇摇晃晃找到路，晃到开有眼睛，长大的我还有点小糊涂。年人参，哎呀，疼疼啊！才七点，七点！哎呀，走了走了，该起床看树了。人参属于我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之一。近来屡屡发生偷挖事件，请各自然保护区加强对人参的保护，严厉打击偷盗人参的行为。这么早，谁的电话呀？哎，谁啊？光头强。是李老板呀。您吃过早饭没有啊？恭喜恭喜，你不用发布了。哎呀，李老板呀，你别辞退我呀！我上有老下有小的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总之我还要养家糊口啊，李老板。光头强，我是要给你放假呀。放假？没错，我给你2个月的假期，不用伐木。真的？放假？光头强，光头强，怎么不回？
回答呀？喂，李老板，我在，我在。这是有条件的，你必须把保护区里的千年人参挖给我。千年人参，那可是违法的呀！你砍树就不违法呀？你要是不干，就赶紧给我交木头，假期取消。我干，我干，您就放心吧，我马上就去办。兄弟，快把蜂蜜给俺呀！俺饿了。想吃蜂蜜啊？那就必须要运动。你看你胖成啥了？还敢笑俺？呀，兄弟，你把蜂蜜给俺！来呀，来呀！还给俺蜂蜜！请。呀！哎！你真够重的。哎，啥东西？呀，原来是萝卜头呀！轩儿，你干嘛砸我呀？萝卜头，你挖这么多坑是要干啥呀？这都是光头强挖的，我看他是想偷我的萝卜。哎呀，我得赶紧回去偷我的萝卜。光头强挖萝卜，肯定有啥阴谋。走，我去看看。爱的蜂蜜。耶！俺拿到了！啊！找到了！兄弟，光头强这样四处挖坑，他在找啥东西啊？不管怎样，他这样四处挖坑已经是在破坏森林了，咱们得赶紧阻止他。找到了！什么声音？保护森林！熊熊呀呀！走！小熊熊，你们别过来！我的铲子。光头强，你又想搞啥破坏呀？光头发现我在挖人参。哎，别抓我，我投降就是了，我投降。哎，这次光头强咋这么快就投降了？哎，哟，这不是人参吗？搞了半天，原来光头强在挖人参呢。那可是保护区的珍稀植物呀，俺们可不能让光头强得逞。哎，这是光头强刚才留下的记号，有了。哎，人参，人参，啊，就是这里了。那可是萝卜，标记已经被俺换了。真有你的手的？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今晚的香烟有着落了。伸出来了。怎么回事？抓到你，地鼠！我痛啊！光头强，你可太笨了，标记呀，早被俺们换了。你刚刚找的是颗萝卜，换了。走开！看来光头强肯定是不会放弃人参的了。俺们直接用萝卜换人参不就行了吗？哈哈，对。光头强肯定会中计的。那我们快行动吧。就是这里了。赶紧拿给李老板，发财了，发财了。光头强他固然把萝卜当人参挖走了。不过咱们还是得换个地方把人参埋好。嘿，就这儿了。好饿呀。哎，那不是熊大熊二吗？他们在干什么呀？藏好了，大功告成。熊二，咱走。萝卜。你们既然不要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走喽。讨厌的小熊熊，居然拿个萝卜来忽悠我，还害我被李老板揍了一顿。这次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哎，哎，好，滚！
你们居然敢拿萝卜来戏弄我，还我人参！光头强，人参是森林的，不是你的。要想救熊大，就拿人参来换。熊大，熊大，你等俺，俺这就去拿人参。哎，不对，熊大是要俺保护人参的，可如果不拿人参，俺就救不了熊大呀。哎呀，俺该咋办呀？人参还可以再长，熊大只有一个，俺救熊大。没了，人参没了。哎呀，这下可咋救熊大呀？咋办呀？咋办呀？有了。饶命啊！俺快不行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熊二要是再不拿人参来，我接了。光头强，人参在俺这儿呢，你来追俺呀！小熊熊，把人参交出来，拿去吧。人参，赶紧救熊大。熊大，熊大，没事了哈。又是萝卜，讨厌！小熊熊，快跑，快跑！想跑没那么容易。萝卜汤！啊！光头强！你说啥人参？咋回事啊？哎，为了救你，回去拿人参的时候，却发现人参不见了。不用说，肯定是这个光头强给拿走的。人参？你们说的是这个吗？哎呀，当时我还以为你们不要了呢，刚准备拿来煲汤，才发现这个是个人参，给你们吧。太好了，你们也真是的，那么重要的东西居然还随便放。哎呦，我的汤！哎，既然找到人参了，那咱们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它栽回去吧。你好，走喽。人参。
姐说我还有点糊涂，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，春天空气让我很舒服，天上太阳已红扑扑，看起来很模糊，远处山坡有几棵小树，去年冬眠前我没记住，起床声真多点，喝着露水泡着树，抬起头踮脚尖，加快我长大的脚步，吹口哨伴着歌，摇摇晃晃找到路，放到开有眼睛，长大的我还有点小糊涂。超人，我擦我擦我擦擦擦，此局一出，谁与争锋？哦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句子擦好了，休息一下再去砍树。哎，哎呀，赵赵赵赵赵，你往哪儿跑啊？哦。熊二，你在这儿放哨，俺去拿伐木锯啊！嗯，哎，乖宝宝，快睡觉，快呀，快睡觉！拿到了，啥呀这？好帅呀！哎呀，别看了，熊二，快走吧！别看了，加油，超人，打倒坏人！小熊熊，竟然敢拿我锯子！哎呀，快把锯子还给我！加油！加油！我把锯子还给我！给我，给我！太厉害了！哎呀，熊大，你咋的了？嗯，光头强，哎呀，哎呀，想跑，嘿嘿，熊大，小熊熊，下次看我怎么惩罚你们！我的锯子，啊，幸好我的锯子还在。耶耶耶，超人最强！熊二，干啥嘛，熊大？咱们是干啥去的？咱们是去光头强家拿伐木锯去的，你倒好，在那看起电影来了，完全不管俺了。哎，超人，加油！哎，这，哎呀，哎呀，太高了，俺要掉下去了。哎，哎，俺是超人，呜呼！哇，好大的一棵树啊，就你了。去吧去吧去吧，住手，什么森林超人是不会让你破坏森林的。熊超人，我可不是好惹的。超人铁拳，熊二，yeah. 快醒醒，熊二！光头强呢？你又做白日梦了，熊大，俺明明都快打败光头强了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！你拉倒吧你，还是乖乖的跟俺找吃的去吧。俺就不，俺要成为森林超人，然后拯救森林给你看。
熊大太过分了，俺就是想当超人嘛。嗯，这不是光头强的车吗？哎，这是……哎，嘿嘿，虽然是光头强的款子，但是穿在俺的身上就太合适了。拯救地球、保卫森林的任务就交给俺熊二了。哎呦，谁？是谁？嘿嘿嘿，就你了。嘿嘿嘿嘿嘿，又在看书了。哎，我的锯子！光头强，你再砍树，我就找熊大把你打得落花流水。两头小熊熊不在，换你碍手碍脚，看我怎么惩罚你！救命啊！哎呦！熊大，救命啊！住手！不准你欺负弱小！熊二，你没事吧？俺没事。你别以为披个红毛毯我就认不出你了，熊二。哎，等等，这毛毯好眼熟啊。俺不是熊二，俺可是惩恶扬善的森林超人。什么森林超人？看我打败你！来得正好，你先躲开哈。嗯，看俺的超人必杀技——超人铁拳！超人，加油！有劲！哎呀，你手呀！刚刚那个不算，再来一次。超人，超人攻击前，加油，加油！蓄力点，嚯嚯嚯嚯嚯嚯！有。他在做什么？蓄力完毕，来吧，超人铁拳！哎呀，他是咋躲开森林超人的铁拳的？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刚刚还是不算啊，再来。加动作，加动作，右勾拳！哎呀，左勾拳！要，你看不懂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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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厉害吧？停！叫你浪费我的时间。俺还以为变身以后就能打败光头强了，看来梦境跟现实始终是不一样呀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熊二，敢于向恶势力出手，你已经是一个英雄了。只不过，不过啥？差那么一点点。差一点点？对，就一点点。熊二，你知道吗？每个超级英雄身边总会有一个超级伙伴。超级伙伴？哎，不不，你说的是真的？那当然。不过上哪儿找超级伙伴呀？今天真是大快人心啊！看来是要转运了。一会儿去买个彩票，说不定能中个10万8万的。好痛啊！太过分了！谁？是谁？谁敢袭击我强哥？有本事给我出来！究竟是谁？森林超人在此。熊二，你被揍得还不够惨吗？俺不是熊二，俺是森林超人。好笑了，让你尝尝俺森林超人的厉害！俺打！小熊熊，别以为这点伎俩就可以难倒我强哥！小熊熊，别跑，给我站住！棒棒，收到！站住！森林超人，是使出必杀技的时候了！超正义之拳！耶！有了伙伴，超人就更厉害了，对吧？正义最强，森林超人！熊二，熊二。
你跑哪儿去了？熊大啊！好你个熊二啊！俺让你去找吃的，你玩了一天啥都没找是吧？熊大，其实……其实啥？熊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餐不吃饿得慌呀！你还不快去给俺找吃的？原来每个超级英雄背后总有一个照顾超人的老妈。走吧，咱们回家。